欢迎收看 Web TV 网罗大明星。大家好，我是编王洪恩，我是罗文玉，欢迎我们的金曲歌王萧煌奇，来点掌声加尖叫声。哇，今天真的是金碧辉煌，怎么说呢？因为黄奇是拿台语的，是哦，你是在第几届？我拿好几届啊，不是？哇，家里已经地板都是用金曲奖铺的啦，哇！虽然歌王来了，我们还是要有一点挑战，对，挑战，好，来，什么挑战？才可以让你唱新歌打歌。OK。我跟洪恩哥唱一首歌啊，我们会停在每一句的最后一个字 ，OK。然后呢，又用那个字去想下一首歌。好的，好吧。Win， 然后我换你，好不好？对，来，好。我先想，我们的年代应该是差不多。我想到一首，如果还有明天，你想怎样装扮你的脸？如果没有明天，天哪啊！天天想你，天天问自己，把我最好的爱留给你。你，你知不知道？你知不知道？我等到花儿也谢了，你知不知道？我等到花儿也谢了。黄奇的创作量，其实发现真的每一个阶段所散发出来的光跟热，我觉得都不太一样。想到阿嬷也问，真的有多少人在社会上打拼，听到这一首歌，半夜偷偷的哭啊！会想到阿嬷，阿嬷的话 ，Yeah。阿嬷，你今仔在倒位？阮在叫你，你敢有听到？人情甲阮的成功，你敢有看到？阮在叫你，你知影无？阿嬷，你今仔过了好无？敢有人伫甲你照顾？希望后世人，阮搁会当来予你听，做你永远的孙仔。叫你一声阿嬷，鸡皮疙
歌单我都点好满地了，太享受了。1996年的时候，因为那时候我去参加残障奥运，那时候代表柔道的项目。哦，你对，真的真的，我好想看你打王洪恩。所以要去比赛之前，其实阿嬷身体就已经不好，就是也发出那个病危通知。哥哥接到我的时候，第一句话就跟我讲说：“阿奇。”阿嬤今天就来不及等你回来，然后他就今天就走了。但至少生前你跟阿嬤的那种互动情感，对啊，对。以前我阿嬤她去菜市场，她就说：“哦，这我孙子啦，阿奇啦。欸”哎，搞秋瓜了，哎，搞秋瓜了，啊，眼睛看不见啦，但你葱算我便宜一点。哎呦，买家电就找你，哎，这个冷气哦，不是哦，阿丽，你们也要买电视哦？哦，你阿奇有在看电视吗？你看是一个。活在生活当下的一个人，而且歌呢是真的写生命真实那一面，也有幽默感，然后又乐观进取，好不好？如果在看节目还在忧郁，不要再忧郁了。是，我跟你讲，下一集我会坐洪恩那个位置，对，然后你们两个坐，你坐我的位置，大家就期待萧煌奇来主持这个节目，开车带您上路。哦，我蛮期待，因为我很想换一个主持人。哎，好，简单来让大家说明一下一定要听的原因。对，人生我敬你一杯，领先我品酒。哎，这个有没有什么特殊的含义啊？其实人生就是很多养分，然后让我们可以有成长。我们有这些经历以后呢，我们才能够面对我们未来的挑战，用什么样的态度去面对它，这个是很重要的。哎，漂亮哦！因为十一首歌代表我是一种对人生的体悟的感受、感动。那我想这样的感动呢，可能跟你生活会有息息相关。对，我希望这样的一些感动呢、感受呢，大家也可以一起来干杯。客制款的，对对。刚刚有唱了一首主打歌，哇，主打歌叫做什么名字？在这个影片里面下方留言，把你的答案写下来，而且公开分享这一则影片，我们会在这么多留言里面抽出一位幸运的观众朋友，把这个一对杯子送给你。那我们 ending 要不要再一首歌？好，来来来，听不过瘾了，这首经典。别说话，泪水你别带走。镜子里的我，已留下你轮廓上的笑容。别为难，末班车要开了，你不过先走。深爱是让不舍离开的人好好走。萧煌奇。人生我敬你一杯，人生我敬你一杯。Web TV 网络大明星成功耶！